乐在去年12月9日先是宣布 ，Amix 的人气成员基尼退团，后来更大动作的删除所有关于他的资讯、照片，甚至连在妈妈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镜头也被删除，让粉丝们非常不满。虽然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月，但与基尼解约的相关问题及动向仍持续受到关注。像是基尼前补习班老师对于他的发文也在近期引起热议，只见老师写道：“努力永远不会背叛你，因为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所以才能无怨无悔的放下。”接着指出，基尼为了实现梦想，从小学5年级就往返釜山和首尔，认为相当辛苦，也非常了不起。就像你说的，因为已经尽了全力，没有遗憾，还有什么是你没办法做的？这段文让不少网友都觉得意味深长，认为他是在暗示基尼退团确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。不过有网友认为这篇 po 文只是老师的看法，质疑老师不见得会知道基尼退团的所有内幕。